今年初，香港出现新冠肺炎疫情，霎时间口罩需求大增，市场供应短缺，出现抢购情况，长者等弱势社群一罩难求的镜头令人心酸。为了防范病毒，除了医护人员需要防护设备，市民大众外出都戴着口罩，突然增加的需要供不应求下令人惶恐。然而疫情无常，人间有情，对抗病毒，面对疫情，同心协力最重要。工联会职业发展服务处得到工联会和制衣服饰从业员协会的支持，上月底开始筹划开设口罩工厂，希望为长者、基层市民和前线工友提供口罩，缓解供不敷用的状况。经过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密锣紧箍筹备，多方朋友的大力支持下，工联会职业发展服务处口罩工厂的第一批成品面世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工联会自己生产的口罩，自己口罩自己做，工联口罩。